深夜，我点了一份外卖，一碗1500块的牛杂汤，我眼睛都不眨就下单了。没多久，大门被敲响，一个肤白貌美的妙龄少女正跪在门外。“先生，您的外卖到了。”“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灵感故事盒。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。”“我叫张强。” 今年29岁，是一名普通的打工族。就在前天，交往5年的女友和我正式提了分手。所有的原因都归结于两个字：没钱。我不怪他，只怪我自己没出息。人家30岁都是事业有成，家庭美满，我却连发烧住个院还要寻思半天。分手是应该的。对于成年人来说，没有物质的爱情， 原本就是一盘散沙，但我还是很难受。起初觉得单身也挺好，挺自由的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寂寞和空虚就像潮水一般漫了上来。对于远离家乡、独自在外打拼的人来说，分手也意味着深夜回家时，这偌大的城市再也不会有盏灯为自己而亮，有种被全世界抛弃了的感觉。这天， 公司聚餐，喝了点酒，回到家，望着空荡荡的房子，我神识鬼差的拿出手机，打开了某外卖软件，找到了一家名为“鲍鱼海参肚”的店家，点了一份价值1500元的牛杂碎汤。这个方法还是喝酒时同事老刘教我的。老刘背着他老婆点了很多次，说是性价比非常高。约莫15分钟后，门铃响起。 一个肤白貌美、娃娃脸的美女站在我面前，我欣喜若狂。1500质量这么高，那3000的岂不是长得和高圆圆似的？女孩一进门就踢掉高跟鞋，坐在我的床上，穿着黑丝的长腿一摇一晃，好奇地环望四周。我心中一阵激动，心想：这一晚或许能让我的寂寞有所缓解。你是做什么的？ 程序员就是敲代码的呗。女孩掏出镜子来补妆，即便化着浓妆，她看上去好像也不大。要不要喝水？我拿水壶的手都在颤。老实说，我现在很紧张，因为性格原因，至今我只有过一段感情，就是和前女友做这种事更是第一次。女孩没忍住笑了。大叔，你怎么在发抖啊？不会是第一次吧？大叔。 我虽然也不小了，但也不至于叫我叔吧。我尝试的问他：“你多大？”女孩拢了拢头发：“19。”我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这么小就出来做这个啊？虽然也算成年了，可我还是满满的罪恶感。这算不算是老牛吃嫩草？女孩没回答，只是看着我说：“大叔，时间不多了，我们快开始吧。”说着，她便自顾自地脱掉了上衣。 那皮肤、身材，看得我眼睛都直了。我去洗澡，要不要一起？女孩冲我眨了眨眼。可以吗？我说话都开始结巴了。傻瓜，当然这是我第一次完整的看见女人的胴体。前女友是比较保守的人，我们做那事的时候都是盖着被子的，让我总有种我们在偷情的错觉。在氤氲的水汽下， 女孩温柔且仔细地帮我冲洗，柔软的小手故意在我身上四处点火。我虽然有些紧张，但毕竟也是个正常的男人。很快便反手围攻，将他抱起来。我们从浴室一直纠缠到了屋里。第二天，我感觉自己腰快废了。起来后，发现昨晚的衣服被整整齐齐地叠起来，屋子好像被收拾过，桌上还放着热腾腾的早餐。 女孩穿着我的T恤从厨房出来，看见我，立马招呼道：“醒了，快去刷个牙、吃早饭吧。这女孩还挺自来熟，不过我也没太当回事，毕竟昨晚我给的小费还挺多的，也许她只是出于感激吧。谁知道吃完饭，女孩竟然赖在我家不走了。大叔，我发现自己好像喜欢上你了，我可以留下来做你的女朋友吗？” 他认真的口吻并不像在开玩笑。虽然她很漂亮，昨晚体验也很好，但这也并不妨碍我对于做这种行业的女人始终是戴着有色眼镜的。更别提
和他们发展稳定的关系。我挠挠头，不好意思啊姑娘，我想我们不太合适，你嫌弃我。女孩陡然阴沉的神色让我心里一顿。我深吸了口气，尽量心平气和道，不是嫌弃，是我现在没有谈恋爱的想法，那我也可以继续做你的性伴侣。我刚含了口水差点喷出来。女孩拿来纸巾温柔地帮我擦拭着嘴边的水珠。反正只要能留在你身边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僵持了片刻，最终是我败下阵来。眼看上班要迟到了，我只好道，我去上班了，你收拾好之后就离开吧。说完也不等他开口，转身便出了门。反正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他想拿就拿吧，不过要是下班回来他还赖在这里，我不介意报警处理。谁料午休时他竟然站在了公司楼下。女孩姣好的容貌吸引了不少男同事的目光，可我看到他只觉得毛骨悚然。你怎么知道我公司在哪？女孩笑了笑，因为从你出门时我就一直跟在后面呀，也就是整整一上午他都站在这里。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脑子有病，又或是想仙人跳。我无奈道，姑娘我真没钱，要不你还是换个人坑吧。女孩摇摇头，我不要你的钱，那你要什么？女孩脸上升起两坨红晕，要你神经病啊。我语气开始不耐烦，可我对你没兴趣，能不能别再纠缠下去了？女孩怔愣了片刻，却并没有因此失落，她微微勾起唇角，露出狡黠的笑容。我真的很喜欢你，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话，我只好去找你的家人。你的同事帮帮我了，顺便和他们讲讲我们恋爱经过。没想到他竟然这么狡猾。想想女孩把我们相识的过程说出去，我将社死的画面，我便头痛欲裂。为了安抚他，我只能先把家里的备用钥匙给他。这样你先回去，有什么话等我下班再说。好，那我做好饭回家等你。留下这么一句，女孩离开了。那一整天我都心绪不宁，怎么也没想到只是叫个鸡而已，竟招惹上这么个麻烦。早知道那晚干脆自己解决好了。下班回家还没进门就闻到一股饭菜香，推开门，女孩正穿着围裙在餐桌前等待着。金黄的余晖透过窗洒下来，一瞬间竟有种温馨的感觉。回来了大叔，赶快洗手吃饭吧。恍惚间我好像成为了人夫，面前站着的是我那温柔美丽的妻子。这只是我们日常中的一天，我任由她把我按在桌前，接过她递来的筷子，尝尝合不合你的口味。在女孩期待的目光下，我夹了口菜放进嘴里，意外的美味，很好吃，得到我的夸奖。女孩满足地笑了起来，就好像忙活了这一通只为了得到我的肯定而已，心里渐渐柔软了起来。我给她买了一只鸡腿，多吃点，你太瘦了。女孩看着那只鸡腿，脸上竟露出了受宠若惊的表情。一只鸡腿至于这么感动吗？我奇怪地想。吃完饭，女孩抢着去刷碗，我倚在门边看着她在厨房忙活的样子，一瞬间感觉这样的日子也没什么不好。但很快我便打消了这个念头，这个来路不明的女孩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，我实在不想放个定时炸弹在身边。再有，虽然这么想不太好，但她毕竟是个妓女，就算我再怎么安慰自己也始终过不了心里那关。晚上我将床让给了女孩，自己睡沙发。大叔不和我一起睡吗？女孩抱着枕头可怜巴巴地看着我。我尴尬地笑笑，我又没有付钱，不能白占你便宜，但实际上我是怕会摊上事。就在刚刚我收拾床铺的时候，发现一个崭新的女士钱包，钱包的款式看上去很名贵，里面还有不少钞票。钱包里面夹着各种证件，可证件上的照片却不是她。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恐惧。仔细想想，女孩明明有这么多钱，完全可以住在更舒服的酒店里，干嘛要和我窝在这个狭窄的插间？难不成
他有其他什么目的，不然怎么解释这个不属于他的钱包，还有他之前种种的怪异行为。半夜被噩梦惊醒，忽然感觉自己的腰不知道被什么紧紧箍住，我吓得心脏快要骤停，慌忙按亮台灯。他不会一直这么看着我呢吧？好在下一秒女孩打了个哈欠，睡眼朦胧地看着我。大叔，你要干什么去？我本来想说抽烟，却临时改成了尿尿。一夜无眠，第二天一早，我迫不及待和他摊牌。姑娘，我都快30的人了，还要啥没啥，你跟我是不会有什么好日子的，你年轻又漂亮，一定会找到比我优秀百倍的男人。可是，我只想要你。女孩靠过来抱住我的胳膊，软绵绵地说，在我心里大叔是最优秀的小姑娘，软硬不吃啊，真是头疼。长痛不如短痛，我狠了狠心。实话实说吧，其实我是接受不了你的身份，就算你再好，我也不可能和一个妓女在一起的。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，不过话一说出来我就后悔了。女孩的脸色迅速灰白下去，眼中似乎有晶莹闪过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她的头垂了下去，声音里带着哽咽。你等下，厨房还有点活，我做完就走。说着，女孩便再次钻进了厨房。她身上还穿着我的衣服，光着两条光洁白皙的腿，单薄的身子仿佛一吹就倒。自己刚才的语气是不是太生硬了？早知道委婉点好了。我19岁时只会煮方便面，看着他做家务那利落的样子，想必从小受了不少苦，也许他真的有什么难言之隐。正巧同事老刘打电话约我出去喝酒，为了避免陷入自责的漩涡，我忙不迭地答应了。没想到在场的人几乎带老婆或对象来的。哎呦，我们公司唯一的单身狗来了。众人发出一声哄笑。我说，强子，就以你这个条件，就别挑3拣4的了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再这么下去，你爸妈临死都抱不上孙子。我喝了口闷酒，没搭理他，想赶紧把这茬翻篇。但老刘的话却自然而然地让我成为众人的焦点。针对我为何至今还没有结婚对象的事，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，有人给我出谋划策，也有人帮我鸣不平。不过我心里清楚，不管是好话赖话，这些人无非就是在我面前彰显自己的优越感罢了。这时收到女孩的消息，我把钥匙给你放玄关的盒子里了，神使鬼差的主动给她回了个电话，还没走的话给我送个钥匙吧，出门忘带了。说完我把饭店位置发给了他。女孩停顿了片刻，声音似乎多了几分喜色。好，等我，马上到。然后我直接将她领到了老刘他们面前，介绍下，这是我的女朋友。在场的人都愣住了。当时的我完全是在赌气，瞧不起我没对象是吗？那我就谈一个给你们看看。殊不知，就是这一时的冲动，将日后的我推向深渊。女孩惊讶地看向我，眼底一点一点被欣喜覆盖。在座的女人中，无论是身材还是样貌，女孩无疑是最出众的那一个。看见那帮男人羡慕嫉妒恨的表情，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行啊，你小子闷声干大事啊。老刘起身对了我一拳，愣着干啥啊，快介绍下啊。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发觉，我竟然连女孩的名字都不知道。老刘怀疑的目光在我们中间流窜。我说，强子，这美女不会是你雇来的吧？大家好，我是张强的女朋友，名叫阮柔，大家叫我小柔舅舅好了。下一秒，小柔落落大方地向众人介绍自己，替我解了围。那晚上，小柔让我从所有人的嘲讽对象变成羡慕的对象。我心里感激，更由此生出了几分心动。那天之后，我和小柔糊里糊涂的就在一起了，小柔也顺理成章的住了下来。我们一起做饭，一起打游戏，一起看电影。以前在公司受了气，
我最多会买瓶啤酒借酒消愁，现在可以回去找小柔诉苦。他会耐心地听完我每一句话，然后向我张开温暖的怀抱。他做的饭比饭馆还好吃，每天都会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。更关键是，不论多晚，他都会等我回来。每晚我从窗外看见那昏黄的小灯，都会觉得心里暖融融的。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天，幸福的都像在做梦一样。若非他的过去，小柔真的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女友。不过我也很有自知之明，以小柔的外形条件，若出身良家，也绝对不会看上我这种穷屌丝。我本以为日子会这么简单幸福下去，殊不知危险正悄然逼近。那天是周末，我和小柔正在家里搂在一起看电影，门外突然有人砸门。楼下的大爷一脸怒气地指责我们电视声音太响，打扰到他睡午觉了。可我们就是正常的音量，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，我还是将电视声音调小了。到了晚上，我和小柔洗漱完，刚想做点情侣之间该做的事，那老头又来找事。这次是怪我们抽水马桶的声音太响了，可我们总不能的因为迁就他连马桶都不用了吧。老虎不发威当然是病猫，这老头分明就是看我们年轻脸皮薄欺负我们。很快我和老头开始了对骂模式，期间老头还推了我一把。见状，小柔立马挡在我面前，大爷，您这么做就不怕遭报应吗？老头本还想高声咒骂，却在目光转向小柔的那一刹那忽然怔住了。他竟下意识地后退一步，似乎是看到了可怕的东西。该遭报应的是你们，我一把年纪了，不和你们计较。留下这么一句，老头就快步离开了。那时我只当那老头是抽风，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那是噩梦的开端。关门后，我余怒未消。小柔坐在我身边轻轻地说，如果你实在讨厌他，我会让他消失。我以为他在开玩笑，便笑道，如果你真有这个能力那最好了。小柔笑了笑，说了一声好。两天后，我从邻居嘴得知了老头在家中遇害的事情。虽然觉得这件事应该和小柔无关，但想起那天小柔说的话，心里还是没来由的不安。但所有的怀疑都在我开门见到小柔的那一刹那打消了。彼时小柔正在窗台晾衣服，看见我立马勾起唇角，笑容比身后的阳光还要夺目。看着这样的小柔，我不禁在心里责怪自己吃饱了撑的，这么柔弱瘦小的女孩怎么可能是杀人犯呢？都怪自己悬疑题材的电影看太多了。晚上我抱着小柔，无意间提起李老头遇害的事情，一般女生听到这种事都会感到害怕或是不安，但我怎么也没想到小柔竟勾起唇角笑了一下。活该我瞠目结舌，小柔那毕竟是一条人命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可是你希望他消失不是吗？我看着他，忽然感觉面前的小柔是那么的陌生，甚至让我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小柔环住我的脖子，柔软的身躯贴上来，舌头轻轻舔舐着我的耳垂，酥麻感传遍全身。我却莫名的有些惧怕她，像是感觉到什么。小柔抬起头，你怎么了？她仔细地观察着我的神情，然后扑哧一声乐了。傻瓜，我刚才是在开玩笑啦。小柔刮了刮我的鼻子，其实我早就听到这个事情了，担惊受怕的一整天呢。我松了口气，再次责怪自己多想。酣战之后，我抱着小柔沉沉地睡去，黑夜如浓墨一般渗透了整个房间。如果此时我睁开眼睛，会看见小柔正透过黑夜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。下一个出事的是老刘。那天我和小柔牵手逛街的时候，无意间偶遇了他，还是像往常那样不顾时间地点的喜欢奚落我，老刘。但我已经习惯了，所以也一直没当回事。和老刘道别后，小柔看上去很不开心，
脸色一直是阴沉沉的。大叔，我不喜欢他。我反应了一会儿才知道他说的是谁，于是笑道，你说老刘啊，他这人就是嘴贱，不用和他一般计较。小柔没说话，只是冷冷地看着老刘离开的方向。我莫名有些紧张，握了握小柔的手。回过神来，小柔对我灿然一笑，嗯，没事，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。没几天，老刘突然旷工。自工作以来，为了混全勤，老刘连迟到的次数都屈指可数，更别提这么长时间不来上班了。除非他是出了什么事情。果然，没多久，警察在老刘家小区的下水道里发现了他的尸体。老刘的妻女在警戒线外哭得肝肠寸断，我心里也很难过。虽然老刘嘴上总是没个把门的，但那人心不坏。我刚进公司那会儿，也是他带我入的行，相当于我半个师傅。回到家，小柔正在厨房炒菜，我定定地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。小柔不满李老头总找麻烦，没多久，李老头在家里遇害。小柔那天说不喜欢老刘，之后，老刘的尸体被人在下水道发现，这一切会不会太过巧合了？大叔，你过来下。小柔跑到阳台冲我招手，顺着小柔手指的方向，我发现一只流浪猫被困在了树上。小柔冒着危险走上屋顶，试图帮小猫脱困，却不想小猫硬击一爪子抓伤了小柔的手臂，鲜血汩汩流了出来，给我心疼坏了，立马拿出医药箱帮他处理伤口，不禁责怪道，以后不要做这么危险的事了。小柔看着我笑，对不起嘛，下次不会了。看着小柔就算受了伤，还是耐心地投喂着那只小猫，我再次掐灭了心中的疑虑，这么善良的女孩又怎么会干出那么残忍的事？朝夕相处这么久，我应该相信小柔才是。可是当我将需要洗的衣服扔进脏衣篓时，发现小柔常穿的羊毛衫上沾上了褐色的印记。你在干什么？正当我想要仔细去看时，身后忽然传来小柔的声音。她站在不远处，神情诡异地看着我。可很快，她又恢复如常，笑着问我要不要吃夜宵。快到我甚至以为刚刚只是我的错觉。现在想来，那时的我早已经意识到不对劲，可我就是始终不愿往坏处想。这天我正在公司加班，前任打来电话，说是有些行李还在我这，正好路过，想要顺便上来拿。那会儿因为满脑袋想的都是小柔的事，随口答应了之后便挂断了电话。很快我便反应过来，前任那还留着我给他的备用钥匙。而此时小柔就在家里，我脑袋嗡的一声，忙给前任打去电话，却始终是无法接通的状态。糟了，火速和领导请了假，我疯了一样的往家赶。快到楼下时，我看到了一只被开膛破肚的死猫，身上的花纹和那天攻击小柔的猫几乎一模一样。我浑身汗毛直竖，再次加快了脚下的步伐，每一秒钟都关乎一个无辜者的生命。然而等我毫不犹豫地踹开房门，想象中血腥的画面并没有出现。屋内只有小柔一个人，她奇怪地看着气喘如牛的我。怎么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小柔，你不要。就在这时，我收到了前任的消息，刚才在开车，怎么了？对了，东西我拿走了，还是你的新女友帮我找的，她特别热情，还想留我吃饭呢。不过我今天有急事，替我和她说声抱歉。另外，祝你们百年好合，难道又是我误会了吗？就在这时，我瞥见床头的抽屉里伸出一个透明的密封袋，我依稀记得那是我来毒老鼠用的。抽屉为什么是打开的？就好像临时藏了东西还来不及关上似的。想到刚刚前任说小柔要留他吃饭，我头皮一阵发麻，身上鸡皮疙瘩的都起来了。哎呀，还没收好你就回来了，真是讨厌。身后传来小柔类似于撒娇的声音。我缓缓转过头，小柔正高高扬起嘴角，
可他的眼里却没有半分笑意。等我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在一张椅子上，彼时小柔已经换上了我们初次见面的那套衣服，冰冷的指尖不断地抚摸着我的脸。她悠悠地开口，你知道吗，其实我原本是想和你好好过日子的，虽然最开始我的目的是杀了你。我的身体开始瑟瑟发抖，可是我的嘴被堵上了，只能不停发出呜呜的声音。小柔自顾自地说着，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的那个钱包真正的主人是谁吗？她是我的姐姐，也是我在这世上最爱的人。15岁的某天晚上，我亲眼看见她被那个禽兽拖进地下室，我想要去救她，可是我怎么都打不开那扇门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被继父施暴。而我们的母亲呢，却正在厨房为继父做晚饭。她总是多我和姐姐说，小柔，继父给了你们优越的生活条件，你们要知道感恩，要学会报答他。所以在他半夜闯进我和姐姐的屋子，将手伸进我们衣服里的时候，我们不该哭闹，而是学会接受。是这样吗，妈妈？小柔满脸泪痕，对着空气自言自语道。可很快他的眼神又变得阴鸷起来。所以我杀了他，还杀了那个禽兽不如的继父。我的身体猛地哆嗦了一下，我本想告诉姐姐这个喜讯，可我怎么都找不到她，直到我推开地下室的门，才发现姐姐已经自杀了。于是我逃出了那栋房子，已经周转来到这座城市。一个男人在车站拦住了我，说能带我直播搞钱，反正我也没有别的出路，索性就和他回去了。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把无知少女骗过来，逼着他们用身体帮他们挣钱，但我无所谓，反正我早已经千疮百孔了，不介意更堕落下去。只是我很不爽他们对我们吆五喝六的样子，让我想起了那个可恶的继父，心情一不好我就把他们全解决了。只用了半瓶的百草枯，我刚刚处理好尸体就接到了你的单子。所有喜欢玩弄女人的男人都该死。抱着这样的念头，我接了你的单子，敲响了你的房门。可是我发现你和那些男人不一样，你看到我的第一反应不是邪欲，不是占有，而是害羞。你会在乎我的感受，会担心是否弄疼我。大叔，你和其他人不一样，在这个污浊的世界你是无独一无二的存在，所以我才控制不住的想要贴近你，留住你，占有你。原来对于我而言，那些微不足道的善意却是小柔爱上我的理由。原来她竟然有着这么凄惨的过去，震惊、同情、悲悯一起涌上心头。可当我想起那些死去的人，理智又重新占领了上风。不管怎样，那些因我被她杀死的人是无辜的。小柔揭开我嘴上的胶布，眼中充满了柔情。大叔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还可以忘记一切，回到过去。我侧过头避开了他的吻，艰涩地开口，小柔，你不能再一错再错了，现在去自首还来得及。小柔抬起头定定地望着我，大叔，你爱过我吗？说实话，见我沉默，他嘲讽地笑了一声。好，我知道你的答案了。他起身朝我们各自的身上倒满了不明的液体，然后他缓缓划起一根火柴，在跳动的火苗中，他微笑地看着我。既然如此，我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和大叔永远在一起了。小柔举着火柴慢慢走近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终于挣脱了束缚，想要将小柔手里的火柴夺过来。不知怎么，那火柴竟然点燃了小柔身上的汽油，刹那间小柔的身上燃起了熊熊大火。如果小柔此时扑过来，我一定会被烧死，可她却选择从楼上一跃而下。她最终还是心软了。随着窗外惊叫声四起，我突然感觉心里很空，紧接着眼泪源源不断地涌了出来。救护车和消防队一起赶了过来，燃火势凶猛，小柔还是没能被抢救回来。根据我的证词，
警方给小柔派单的那家工作室发现了数据早已腐败不堪的尸体。原来这里表面上是直播工会，实际上是在挂羊头卖狗肉，做情色方面的交易。只是奇怪的是，这些工会的组织者在被小柔毒害时，按理说，那些被骗到这里的女孩应该也在场。可是事后，他们竟没有一个人选择报警。不过，这些已经和我没关系了。我也不愿再去细想其中缘由。小柔死后，我和公司申请提前休了年假，一个人出去走了走，可不论我走到哪，小柔的身影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。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爱上了她，却不能否认的是，和她在一起的那段日子是我人生最温暖最幸福的时光。从外面回来后，我又恢复到了曾经两地一线的生活，一个人上下班，一个人打游戏，一个人吃泡面。每次下班回家，我还是惯性的抬起头看向自家的窗户，也许我再也等不到自己的那盏灯了吧。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记关注和点赞呀，我们下期见。